你怎么永远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呢？还永远捡着别人说的不好听的听。你看看你，你明明可以跳得很好，为什么一有人就不会跳了？为什么？来来来，跟大家说个事儿啊，今天有同学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办法来参加比赛了。拉拉操本来就是一个既光鲜又很艰辛的运动。黄飞鸿，一会儿你去站黄埔的位置，5分钟之后咱们继续训练。唐竞赛，干嘛？今天下午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你就当我一时嘴贱。你别谦虚了，你是一辈子嘴贱。哎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，什么态度啊？你来给我道歉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哎，我发现这人真是一点儿都说不得，是吧？我说你这不行那不行就没自信了，比赛也不去了，那是不是换个人说你这好那好，你就拿自己当公主了？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没人说我好，可以了吗？而且这个比赛还是瞒着我妈去的，我整天就怕她这样会骂我。现在正好去。你怎么永远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呢？还永远捡着别人说的不好听的听。你看看你，你明明可以跳得很好，为什么一有人就不会跳了？为什么？不就是怕丢人，怕别人说你不行吗？可是你要不想站在那个位置上，你干嘛每天偷偷练习啊？锻炼身体啊。你比不比赛，想干什么，都应该是自己做的决定啊。跟阿姨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真诚地向你道歉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。但是明天比赛你还是去吧，小胖妞还等着你呢。别人说你不行，小胖妞没说过吧？你要是不去，她多难过。人家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，不要你管。好。这个你留着吧，好好想一想。想做什么，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。这世界很酷。